烂掉了哎，好狂哦！今天我们来的是龙骨瀑布，首先是古狗道古关吊桥，车子可以停在吊桥附近的立体停车场。过了古关吊桥之后，就继续往前走吧。走到底之后，就会看到栏杆旁边一个小路可以下去了。接下来就往上游溯吧。水温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我觉得去过下雨天之后，这都不算什么。下雨天真的好冷啊，都要过期了，有点厌世啊。好像是步道，之前921，好像这边那个步道都已经瘫掉。好像是可以走到瀑布下面，你看，应该就是步道遗迹吧，超酷！天啊，整个瘫掉了哎、欸！太酷了啦！它、上面还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感觉要下水嘞，这个不得不下，除非我们上。天啊！你上去，你敢走那种鬼路吗？好骄傲，好骄傲！哦，天啊，天啊！还好，不用下全身，还好还好。水还是要下水了，这时候就要庆幸自己长得比较高，不用全身泡进去。哇，好冷哦！天啊！哦，天啊！天啊！你，哦。还是好冷哦，虽然有沙里线的失恋。不用全身就是你们的身高不用好吗？啊？不用全身像是你们身高不用好，就下到快到胸口。现在被子要整高一点哎、欸。被吓出来了吗？耶、我上来了。因为好害怕，好巧，我也好害怕哦。我怕怕，看为什么我觉得好不稳哦。这其实从下面也是可以上。可以啊，我们之前是走上面。走。下面上。这里过了这个地形，还会有，还会要下水。有。前面有一个，一定要有。天哪！好像听说这里之后就有落石了。对啊。平衡那时候就有交代说，观音像之后就会有落石，所以要小心了。
感觉要赶紧通过哎。嗯，这里现在游过去吗？真假？我靠，这么深哦！天啊！对啊，我就说很深啊。所以我不走那，对啊，我觉得走这边啊，啊，爸，你不会怕冷的？我下去了，还好，再来一个。我觉得我心脏少跳了两下，好冷哦。看，新招哎、欸！新招哎、欸！逆攀岩，逆攀岩之术。逆攀岩之术可以加的啦。ドドン！岩でポール術。那你要上来，这里还没啊，这里。可以拉绳，没关系。哎，小心嘞！靠，如果掉下去就惨了。真的那么帅吗？有点难。啊！哎！一直在照，结果你拉绳子。对啊，放掉。感觉快到哎、欸，对啊，感觉这地形就快到了。看到瀑布了，没有，没有彩虹。看今天彩虹，因为太阳没有下来。对啊，太阳没有下来，好可惜哦。瀑布就在那边了。我只看到一片干的。国王的瀑布。后面有没有看得到瀑布？是。对，这样说我笨。耶！到龙骨瀑布了，超美超壮观的。超大的，也超美的，不过好冷哦。龙骨瀑布算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瀑布，沿途有好几个地方可以跳水哦，而且瀑布非常的大，非常壮观哦。第一次来的话，一定会爱上它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路上会经过一个岩壁上的观音像，这边之后就是落石区了，所以要快速通过哦。好冷哦，全身湿了，好冷。今天下来都水到脚。
好冷。哎、欸，好狂哦！你是去学，都开搞笑哎、欸，这还可以输。这样你看，哎、欸，这个差不多台湾的戏都被他做光了。好狂哦！再脚趾动一下脚趾，好狂哦！哎、欸，你的超狂，你的底真的快磨光了哎、欸。怎么会那么节俭？特屌！你客家人吗？哎、欸，可是你拉链还没爆，也厉害、啊。今天的节俭讲就非你莫属了。这太厉害了！老暖，有这么冷吗？是上次那一件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真这么好用、啊？包看，一包一级见效。好舒服哦。好舒服哦，我觉得好幸福的感觉，回到家了。这件就送给你了。哇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差哎、欸，他马上把热就出。对，真的有差。